老张，你今天出院高兴吧？当然高兴了。老张，最后你到前方去，给齐丹给我捎个信儿，你就是我的伤快好了，你才就回前方。好吧。同志，你躺下吧，别太兴奋了，你伤好了也可以回前方去。哎，老杨，不要着急，好好养伤吧。好。哎，我说话你可别忘了吧。哎，忘不了，忘不了。老刘，你病快好了，你不要着急，你好好养吧。我不能着急，我一定要好好学。你好好养伤吧，等你回部队咱们再见。好，回去给指导员和连长捎个信，说我也快好了，好吗？怎么样，听到完了，听到完了。同志，他正在那边呢。陈师傅。哎，老大爷。陈淑芳，陈淑芳，你的伤怎么样了？不要紧，快好了。你老人家怎么会来呢？陈淑芳，你立了功了，指导员叫我到老大爷家去报喜。老大爷听说你挂了花，特意来看你。哎，你立了功了，算了点事儿。这个老大爷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的儿子。是，他是我爹。哎，你不是说过你爹叫反动派军队给打死了吗？怎么他又是？说起来话可长了。我告诉你们吧，在大反攻开始以后，我跟着队伍出发。咱们齐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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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心
吧。坐下西瓜，坐。哎呀，来了，来了，行，现在就给你忙了啊。哎呀，这是我吧，是我来吧，哎，我来吧，我来吧，哎，我来吧，我来吧，哎，我来吧。喝水吧，喝水，同志们，喝水吧，喝水吧。同志们，谁渴？谁喝水？同志，谁有碗？喝水吧。谢谢老乡啊！哎，您说的，您说的。请喝，给外面同志舀一碗。同志，同志，喝水吧。谢谢啊，老乡。哎，您说的，您说的。哎，兄弟，喝吧，喝吧。你又买了枪了，快去喝点水吧。同志啊，同志们辛苦了，都为咱穷人呢，累了，吃点干粮吧，吃吧吃吧。要不叫你们来啊，我们连这个也吃不上，连这个也穿不上。好了，同志。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同志们都喝好了。金锁，同志们都喝好了，把水抬给那边，同志们喝去。真的。啊，去吧。啊，不用不用。谢谢老乡。哎，同志们太客气了。店长来了，怎么样啊？看样子，看样子很危险。金锁，金锁，怎么样？锁，他在哪儿了？金锁。同志。不要紧吧，能治不能治啊？指导员，你在这照看老乡，我回去报个凝固。金锁，老大爷，我的好孩子，老大爷啊。班长，赶快给连部提个意见吧。
陈树发今天这样一来，给群众的影响太坏了，得严格的处理一下才好。好吧，我就去。咱们部队砸死了老百姓，这还了得？要不严格处理啊，我们就会脱离群众的。九班班长，他要负责任了。我说九班班长也要受到处罚，他班的人他怎么不注意啊？报班长，我有个意见，这问题很严重，我们要不严格执行纪律处罚，以后的工作怎么做呀？既然知道你是一个革命军人了，一个革命军人的枪是用来干什么的？打蒋介石反动派。现在你搭上了什么人？老百姓也是穷人。你为什么要随便买了枪呢？宣布过多少次，为什么不敢啊？你犯了什么纪律你知道吗？老爷，快点下。老乡，请你等一等。老乡，请你等一等。老乡，请你等一等。老大爷，你们谁着的火？老大爷，这个我们一定要负责任的。老大爷，老大爷，我们太对不起你了。老大爷，我们也很难过，我们管理的不够，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学长，你们得过奖了。老大爷，老大爷，你们得过错处啊。我们上级已经知道了，很快的就要处理。你们得过错处啊，学长。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我们这个小战士刚参加队伍不久。今天太不小心了，犯了这样大的错误。朋友，到。是你，是你。报告，营长来了。哦，营长来了。这位老乡就是被打死小孩的父亲。老乡，这就是我们营长。哦，老乡，我们部队管理教育的不够严格，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我们太对不起你了。营长，老乡，你先请坐。这是你走的活儿。是，就是他。人怎么搞？求济公事以后，他才来的。我汇报过，说他年岁小，本来就不想收他，可是他哭着要求。他说他父亲是叫反动派的军队给打死的，他父亲死的时候叫他参加八路军，给他父亲报仇，营部才批准收下他的。先把他带下去。姐姐，走。
把他带去。走吧。他打死了我的儿子。老乡，你先请坐，先坐一坐。老乡，打死了我的儿子。老乡，你请坐。我们上级已经有了命令，明天要开军民大会，我们全营的人跟周围村里的老乡都来参加。我们要在大会上宣布枪毙他。枪毙？老乡，你也不要太伤心了。家里还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说。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苏司员。有。送老乡回去。把刚才叫师务长预备好的东西一起带上，给老乡送去。是。老大爷，我们通信员送你回去，明天我们再去看你老人家。现在你老人家回去休息吧。营长，这个小鬼就是那摆那个墙，除了这个以外倒很受纪律。他打仗也是很坚决勇敢。这些上级都知道，关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级讨论了很久。只要犯一次严重的错误，损失就很大。队伍要继续行动，教导员跟着团长已经先出发了，我们要抓紧时间处理这件事。越是新解放的地区，越要注意我们的政治影响。关于这个问题，这次出发大反攻的时候，师部专有不通令，你们怎么还不注意呢？就在两个月以前，反动派的军队还在这儿糟害老百姓呢，所以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拿我们的实际行动来说明人民解放军和反动派的军队是根本不同的。一切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我们都要坚决的反对。我们处处要为老百姓着想。同志们想一想，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叫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人人都有地住，人人都有饭吃。当然了，陈树发同志平时表现得很好，但是今天却犯了这样严重的纪律，又不得不这样处理。关于这件事，上级非常痛心。如果要不很好的处理，老百姓又会怎么看我们？对这件事情，同志们也提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都反映到上面去了。上级再三考虑的结果，认为同志们要求为了挽回群众影响，
一定要严格执行军事纪律。这个意见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的地区一天天扩大了，这个问题影响很大。为了群众影响，也为了教育我们部队本身，上级才忍痛的决定枪毙陈树芳。明天要开军民大会，枪毙连长，叫我参加吧。我爹是将老蒋的钻营给打死的，他死的时候叫我打老蒋报仇。方差，我听说要开大会枪毙那小同志，依我心想不应该枪毕那小同志为对吧？可是你连长说这是咱们军队的纪律嘛，你不寻思寻思八路军都是些什么人呢？人家都是和咱们一样的穷庄稼人，比咱早翻了身，现在帮咱们翻身来了，当然处处是为咱们老百姓打算了。哎，国军在这的时候啊可邪乎了，抓人杀人，不能管过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呀。中央军，你没寻思他那是什么人的军队啊？中央军还不是专为跟咱们老百姓作对才来的。哎，咱们人都到齐了吗？人家部队都来了，就快开会了。哎，咱们的会长呢？会长上连部去了，听说是要枪毙那小同志，这从哪说起呀？会长上连部要求保那个小同志去了，连长要答应能给保下，结果这个大会不开就好了，这哪能提到偿命呢？他也是咱们的情谊孩子。
我掌柜的叫中央经理打死了，连管都没管，打死就算白给打死。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他太不敬业的，人家连一针一线都不拿咱们老百姓的，再说这也不敬业的，就是一家人也免不了有个意外的。坚决反对侵犯人民的利益，坚决反对侵犯人民的利益。营长慢一点，慢一点，营长慢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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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爷，老大爷，慢点，营长，打死的是我的儿，我的心比谁都疼，我的孩子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孩子拉车这么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他也是有爹的，他爹是叫老蒋的中央军给打死的，他爹死的时候让他参加八路军打老蒋报仇，我的孩子已经死了，枪毙他我的孩子也不能再活了，老刘的时候他俩也都是无冤无仇，咱们都是穷人，要不叫八路军来，但穷人也翻不了身呐。他也不是故意打死的，不用偿命，要枪毙他在穷人队伍里头不是又少了一个人了，我的孩子已经死了，就算他是我的儿，算我送他去参军，留下他去打老蒋吧。接受老乡们的意见，让陈树发带队立功，我们特地带他来向你老人家赔罪。哎，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老大爷，我们有任务要马上出发，我们部队已经派的跟县政府联络好了，以后政府要特别照顾你老人家的，你就和咱们军属一样，你老人家要有什么困难请找平谷农会好了，刘大叔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到咱们农会一定能照顾你老人家。好好，刚才咱队伍上还有咱会长都来过了，队伍上还给送来那么多东西，我说大家就不用这么操心了。你老还有什么困难吗？没什么了，你的地叫农会代行好了，我们已经跟农会长讲过了。不用不用，我那大小子就要回来了，
他在他大姐家了，从回了地，我就捎信去让他回来了。三场地，我们爷儿俩怎么都能伺候过来。哦，那我们就要出发了，老大爷。好，以后我再来看你老人家啊。盼望咱队伍上，早点把老蒋打败了，然后过安生日子。好，那么再见了。刘大忠，连长出发了，我们就送了他回来再看你了。对，好。对，你来，我有话跟你说。好，秦师傅，待会儿跟上队伍去啊。啊，再见了啊，再见了啊。好。老大阿姨，哦，我犯了很大的错，您老人家救了我，我要好好报答您老人家。不要想他了，记住，给你爹报仇，给咱大伙穷人报仇。你老人家救了我的命，我要努力杀敌人。营长叫我戴罪立功，立了功来看你老人家。好，你要好好打老蒋，别再惦记这件事了。你就和我的亲儿一样。你老人好好保重身体啊。
先生，每一次都和敌人拼，最后一次我挂花。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大爷你真好啊。这是我们指导员常说的阶级感情啊。对，老大爷，天下的穷人都是一家人的。对，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只要我们军民一条心，我们就很快地打倒反动派。我们回到前方，一定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对，让大家知道老百姓这样爱护我们，我们一定要多多杀敌人。同志们，先回到前方去，问好了马上就跟去。我们要坚决杀敌人，打垮蒋介石，叫咱们老百姓早点过安生日子。今天老百姓都知道，咱解放军就是穷人的亲骨肉，要没有咱自己的队伍，咱穷人就不能彻底得到翻身呐。Yeah!